颁奖，谢谢。简佑林、谢步树、陈伯君，我们邀请所有的得奖者上台。辛苦了，我受伤，为我们的梦想受伤，我们要鼓励一下。好，我们请市长为我们颁发奖状。
照留念，我们上前一步，然后为我们这个得奖的这个不一样的时刻留下一些不一样的记录跟回忆。再次用掌声来恭喜得奖者，我们也请会长为我们颁发这样的奖项。为了不要让我们得奖者辛苦的站台上很久，我们就选加州的得奖者是张欣妮，得奖作品是高雄作，结合环境及资源，一个从现在到未来都可以使用的模组。好，我们的得奖者都上台了，蛮主动的啊。好，加州的得奖者还有我们刘冠贤，得奖作品是梦想中的高雄作。加州的得奖者是我们的林平安，得奖作品是城市再造与节能环保。而入选的得奖者是陈廷绍，得奖作品是大快假我与错景，一串实证行动的开端。得奖者是洪国璇，得奖作品是建筑一个有历史感的高雄。得奖者郭炳宏，得奖作品是传统高雄厝的构成与意义。得奖者洪家聪，得奖作品是颜色与记忆。我们用掌声来恭喜所有的得奖者。Thank you.
用掌声恭喜我们的奖者，请局长颁发的是高雄做创意设计净土的佳作奖，得奖团队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得奖作品《与迷之乡水具文化米食与书香之间的对话》。恭喜我们的得奖团队。奖金，跟局长一起拍照。好，再次的用掌声恭喜得奖者。恭喜恭喜！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得奖团队，幸福享公益得奖作品是《绿水风草》，我们请得奖者上台。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得奖者，也谢谢我们的杨局长，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高雄市建筑师工会的杨清富杨理事长上台为我们颁奖，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理事长。理事长为我们颁发的是高雄做的创意设计净土的入选，入选的得奖团队有绿水畔，得奖作品是绿渗透，得奖团队六元工作室，得奖作品是永安乐居，得奖团队乔治维新，得奖作品是青尾乐国桥头，我们恭喜得奖者。这是我们的绿水畔得奖作品绿渗透，这次我们很多的作品呢都跟整个绿色的概念、环保的概念产生一些连结，也让我们居住的更幸福。好，再次用掌声恭喜得奖者。高雄做创意设计净土的入选，还有得奖团队六元工作室，得奖作品是永安乐居，我们请得奖者上台。恭喜得奖者。再次用掌声恭喜得奖者。入选的还有得奖团队乔治维新，得奖作品是青尾乐国桥头，可见呢它应该是以女娲岛为意象。恭喜恭喜。得奖者，入选的得奖团队古俊言，得奖作品是丰收，稻香四溢的高雄厝，恭喜得奖者。拍照纪念。我们再一次的用掌声，谢谢我们的理事长，以及恭喜我们的得奖者，谢谢理事长。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台湾景观环境学会的张旭福张理事长为我们颁奖。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理事长。颁发的是高雄做创意设计净土的入选得奖团队，得奖的团队有许坚仪建筑事务所，得奖作品是悠游林
间在地生活，恭喜得奖者。恭喜恭喜！恭喜得奖者，还有一个奖金，一起跟我们的理事长拍照留念。好，这一次呢，用掌声来恭喜得奖者。选的得奖团队由力扣建筑设计工作室，得奖作品是《地球的退热贴》。新的团队是不是？哎，请上台。老师，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得奖者！哪里有两个？还有我们的奖金。恭喜恭喜！再次的用掌声来恭喜他们。好，得奖的团队 DSTY 设计团队，得奖作品是天台一座，请得奖者上台。哇，这个阵容蛮庞大，庞大的。都好年轻哦，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再次的用掌声来恭喜我们的得奖者。得奖的团队有李宗林，得奖作品是绿洲光与风的生态高雄绿能座。看到这次的作品呢，我想这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哦。这个环保概念还有绿能观念，都已经在我们的高雄座当中落实了。恭喜恭喜！好，再次的用掌声来恭喜我们的得奖者。得奖的团队呢，毛宇泽，得奖作品是田桥仔，自耕自足的住宅。恭喜恭喜！好，再一次的借用各位的双手掌声来恭喜得奖者，同时也谢谢我们的理事长，谢谢谢谢。